疼，这个地方疼。哪个地方疼？这个地方。这个疼有多长时间从开始？很多年了，一年以上有了，一年好好坏坏，好好坏坏。现在呢，最近加重，走路也疼。嗯。还有什么疼？走路走不动。走不了多是吗？走不了多，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木棍子一样的。小腿胀是吧？小腿胀。走路时候啥感觉？僵硬。走路的时候，脚底痛的比较轻，站的话痛，比较重。就走路的时候，两条腿像木棍子一样的。好，起来，两个脚一起，脚尖。哎，好，下来，疼吗？疼。那一个脚行不行？不是，这样的，再指一下子，哪个边疼？前脚板。前脚板这边。对，外侧缘。嗯，还有。跟脚跟都疼哈，小腿呢？最疼哪里？小腿不疼，只是说硬。OK。哎呀，疼吗？三。谁在压着我？他在压着，没事，四，没事，让他压着。五。六。七八五 OK 六好七好最后一个八 OK 七 OK 八 OK 九再来两个好最后一个是，来走过来走过去，走过来走过去，现在什么感觉？往回走。右脚比较松一些。右脚松了哈。嗯。四。好。五。好。六。好。七。OK。八。哎，对对对，四、五、OK、六、好、七、八，感受一下吧，觉得跟原来比较呢，不疼了这边？减轻很多。减轻很多了哈。